分享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好歹也是一代猎龙之王，没闪电打雷怎么猎龙？猎龙还可以用战斗机啊，可以参考灵之死魔。这就拍下来跨越夜晚台，我都打乌冥王都打到昨天了还没赢，这样听起来就很久，对不对？好险好险，一点就进去了。哇！刚刚打电话给中华电信说我的网络一切正常，我开别的网页没有问题。啊？你的网络当然正常啊，不然你怎么看台？为什么我的 YouTube 画面和我去洗澡到现在看起来一模一样？太过分！睡觉啊，他刚刚一直都在啊。这天脑在测试电脑的效能，故意播放同一段影片，看看有啥不同。电脑效能是这样测的嘛？两个小时辛苦了，我希望我能够打得赢。这真的太惨了。只好一边听着打不到的空气人，一边入梦了。那个是哪个游戏啊？洛克人，对，洛克人。以前的游戏都很困难。没有打赢过，没错，他在旁边做动图，很辛苦的，才没有嘞。怎么还在做动图？我还要有时候有放这个画面，有时候没有放这个画面，这样看起来才不像是动图。应该是罗莎莉亚那个最低点增加血量。哦，如果要去那边洗点的话，我就会转职成剑士。听说最好打的职业是拿大盾的。
打过的画面，我会要播一下，这样才感觉好像我在打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开了什么？反正亮亮的，好像很厉害，说不定可以秒杀他。没了。好几次发生，我跟第一阶段同时死，之后就快赢了，说不定我快赢了，毫无根据的推测。之后开个24小时动图供大家观赏，最好是有人会要看24小时动图啦。真的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愿意看两个小时的动图，哈哈。团长为千鸟，总负责人为熊，欢迎女团的团长，就是其他人的主人啊。欢迎女团是什么？我好像有听过。哦，我这次的下克他比较多血了，打过一半了。早安，早，好大进步，真的，今天最大一个前进就是我打破他半血，一直退后，被打倒就喝水，这就是打他的方式。哇，来不及跑。对啊，一点有计算死亡数还是用时间计算，就是到一点见到胜利的曙光，但是时间就没了，打不赢我怎么样。你可以睡啦，因为我也要准备去睡了。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
间冲吧！就是无名王者，蹲尸继续。秒杀！以为多个聊天室我就会相信吗？真的啦！聊天室之前是因为 YouTube 改版，所以才不见，把它弄回来了。装备不一样，真的在打，不是 GIF， 这死的跟上次一样，因为对手的招也是这样子啊，依旧秒杀我。我有提升一点血量，但是我觉得效果不好，没有办法扛两下。好机会，居然没有挪。他刚刚住了没有那么远嘞、等了一星期，终于让你等到了无名王者。啊！对啊，是苦战，死得很凄惨。提升血量还不是一击必杀。真的太伤心了，我练到115等了耶，后面真的升不太上去。然后跳了抗雷比较高的装，结果还是照死。一个中投火烧鸟真好，这么好吗？法师高输出呢？我在穿什么装？穿装要点力量。我穿的是那个宫廷魔法师的装，法师装，力量应该也没有关系吧。直接输出最大化，无
不知道他有没有加法术攻击啦，但是就是我能穿得起来，不会太重，然后就可以雷的防御比较高一点的。法师输出高，高输出又可以穿装的话，不就太作弊了？对啊，所以穿装我觉得没有感受到太大的效益，就是。不是更有了法师感？是啊。是我帮灵魂人上去解决恐龙，我要暂时可是要砍55到20刀，但是实在是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存活在场上那么久，所以我觉得暂时玩起来很吃力，对我来说真的太扯了，居然就这样赢了。完全没有预期到啊，太失望！上次都已经开2个小时了，你们还不满足吗？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